哎呀，还好还好，你没有吃饱吗？有，因为我们这个穿很快啊，他们的比较慢。那个穿家里，我跟他讲了，他会过来。帮我看一下有证吗？可以台下卖东西吧？可以啊。哎，他下去的时候就拿了标签，对，常有啦。对对。他本来是想说是人选起来，有没有？那个是4980，你还拿颠倒？小姐，你。对啊，好，鸡蛋多多，等一下结束之后你就拿下来，啊，我们就提了东西让你卖。前面那一集都是。哎，对对对。是是。容易掉的，他们因为他曾经过来嘛。这个OK。嗯，阿米该乖啊，到时伊要卖物件，咱模特拢家看两个出来卖。康康，康康对啊，模特。对啊，阿等下来热来热看物件出来卖啊。对对对，主持人在讲，说你再上去就好。那我给他捋一下。好，没关系，我是首先聆听这两位观众。现在我们总观众朋友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邀请我们钟经理上我们的舞台。他是走秀。好，我们今天的走秀节目，由我们钟经理带领着健康的路工商和非常走秀的节目，来呈现给现场所有的嘉宾及掌观众朋友们。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健康事业本部的家章。大家都知道，我们南梁好久尾牙都没有工商服务了。今天晚上，我们 HH 健康事业本部要为大家带来能量披展以及健康科技城的走秀。话不多说 ，Ladies and Gentlemen。H&H 2020 2020爱你爱你健康披毯走秀表演即将开始，亲爱的朋友，掌声鼓励，尖叫声一下哦哟 ！H&H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走秀节目，重心礼频道，我们叫亚洲女子乐团 ，Selena， 来一起看一下最时尚、最青春的走秀。原来是我们健康事业本部的专属方经理。首先为您出场表演，带来奢华风斗篷披风造型款。高贵的 Selena 穿出新时代美系的时代美气质。Selena 上班逛街，虽然在寒冷的天候下，依然藏不住她高贵品味的气质。是我们小天仙、小天使的新欢，再来一次。好 ，H H 爱你爱你，为你礼聘邀请到亚洲美少女团体之一的康佳玲。Thank you.
女孩青春气息，不仅昨天、今天、明天都会天天美丽，要想多美丽就多美丽。最后压轴为你们介绍的 HH2020 来自哈雷重机车家族，具有日式风格的鸟车重机女王阿皮加。帅气的模样，为你展现自由风、披肩、披风造型款。重机女王是会有独到的好眼光，从事户外，享受哈雷的慢活，追求自由乐趣，自由风、披肩，非他莫属。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our great colleagues introduce themselves to you. 让我们优秀的同仁一一来介绍，他们自己来。大家好，我是 Selina。大家好，我是健康本部李世明，谢谢。大家好，我是小平君。大家好，我是特访部康佳妮。经理，今天尾牙特别的开心啊！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是啊，跟经理报告一下，因为在我们上个月的扩大早会的时候，我们的新品这个健康 P 坦，我们热情上市，在我们同仁之间的话非常捧场，热销200组。对，我们很感谢大家，我们新品的推广，然后有200件的这个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用我们这个新的能量 P 坦为大家走秀。短披风，希望大家喜欢。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更新时间的服务比较短一点，那如果呢你十二月底还没有买到的话，我们今天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健康能量披毯哦，就是如果你还没有买到，还有今天很多的贵宾，你们搭的贵宾来的话，我们今天有一个促销价。是的，我们这个的外面的市场末端售价我们是定多少？4980。促销价呢，我们今天的话2400块，买一送一。好，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觉得我们这样子的穿，主要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暖。那你把它拆开之后，它又是一个可以盖也可以披的这个毯子，它是一个孝亲毯哦，它是一个远红外线的毯子，对。好，那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再请找我们的健品部，或者是等一下来找我们购买也可以，记得买一送一哦。好。好的 ，OK， 谢谢。等一下，小娟娟、小天使也会逐桌的来跟各位贵宾还有同仁的话，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小天使来这边来订购。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更高档的健康秘密武器是什么呢？佳佳，就是我们的39健康科技床。这张床呢，它有四大主要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第二个的话，它会平衡我们自律神经，治疗我们的失眠的问题，第三个帮我们被动式的运动，第四的话呢，就是帮我们按摩到五脏六腑，促进我们的消化系统，还可以帮我们减肥。这是我们总裁呢在去年度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个要把大健康这么好的东西推广到全世界去，我们预计这一张床会为带大家带来健康。总裁给我们的一个放眼全世界的目标，要在全世界热销5000万台，到底有多厉害？这张床的话呢，它不只是一般的有角度的可以帮我们运动的，它可以为我们在3、4、9段里面包含了低速的律动、低频的运动，
还有中频的运动按摩到我们的五脏六腑，还有高频的 3D 震动。经理，你说这张床是不是家家必备的健康保健最好的设备？没错，这张床呢是 3D 水平运动床，目前是全球第一，可以水平运动，也可以怎么样？3D 啊，高速震动。对，也可以高速震动，所以有三个主要的功能，不同的段数，哪三个功能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低频的律动，好像让我们睡在摇篮一样。是。第二是我们的中频的运动，按摩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会帮助我们肠胃消化，它可以帮我们减肥，还帮我们美容。还有第三是高频的振动模式，它会平衡我们的自律神经，调和我们的自律神经，透过高速的这个律动共振来让我们的失眠所有的免疫系统都获得调整。好，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的跟现场的实验给各位贵宾来看。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小鲜肉 model 来，我们请上座啊。好，好，来，我们随意躺哈，让大家来看看我们在这个第一式，我们低频的律动就好像在摇篮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你在不好睡的人，你在心思焦虑的人，躺到这床上，透过我们低频的律动，它就可以帮我们这个调和这个睡眠，让我们身心都放松。那这张床呢，它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这张床它还可以有角度，上面您看看，您看看，自己不用叮当这个盲层。好的，哇，你最近吃的比较好哦，我来帮你运动运动。好，大家看看哈，他这个身材还算是好的哦，但是看看好像油罐车，这边在帮他运动了。平常怎么运动？这个被动式运动的话，你不用出到任何力，你的关节不会受到压力的集中的击破。好，但是它就让你全身放松，帮你达到一个按摩五脏六腑。这个跟我们中医的一些频率上面的共振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来，我们再往上一点，可以让各位贵宾看得更清楚。好的，现在这个6.0赫兹是我们最快的，一分钟是帮我们高频振动360次。这个就是调和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就是所谓俗称中医里面的三焦经。人失眠不外乎三种状况，一种的话长期的压力，第二种我们慢性疾病的一个引导，第三个最多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透过这样子的高频振动，让我们的静脉血液回流更有效率，这个调和我们的自律神经。最主要它预防心血管疾病，就是在你高速振动的时候，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刺激到血管壁，细胞内膜它释放到一氧化氮啊 ，nitric oxide， 它就是威尔刚的主要成分，它会扩张血管，所以不耐的通会引耳通，它就不耐的弹性，透过这样子把它缩紧，把它伸张，就好像达到运动一样，比运动还要好的效果。哇，这张床对所有现场的男性最大的福音了，赶快哦！是的，今天有卖是不是？这边的话是我们这一张床198,000，也特别，大家听清楚哦，今天晚上是我们特别增加的一个特别奖，摸彩的特别奖。哇，特别奖耶！是的，哇，有病治病，没有病治脚气病，而且孩子身体会更健康，财富会跟着来，所以今天的现场男性们。最大的福音，赶快买一张床回去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这个特别奖价值198,000的，作为今天最后摸彩。
彩的特别奖，希望大家有这个幸运，有这个荣幸，能够把这个大奖冲回家。啊，各位今天吃尾牙非常的值得，来跟我们南苗道歉公菜一碗，马和咱看见这么好，哎，几个设备为大家带来健康，我们欢迎总裁。哇，我们总裁上舞台了，掌声鼓励。我要来特别介绍我们现在莅临的我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贵宾啊，我希望呢我们在场的啊贵宾们还有南洋同仁们，请大家给他热烈的鼓掌。他是我们现任的台南市文化局我们列局长列泽山啊局长。我在台南啊多年，我也认识了很多我们树福团队，但是我不是说啊当他本人面前来特别夸奖他，他是我很认同的一个政务官，对他的职责他充分的来担当。在台南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文化古都，那我们叶局长呢更是淋漓尽致的把台南的文化来做得非常彻底，我是感同身受。所以他今天呢，你看他送给我啊一箱的我们成功啤酒，那这个成功啤酒它是以我们郑成功的成功为品牌，那这个浪酒的酒厂也是我们台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成功啤酒厂在善化，对不对？所以这样是一个产业发展很不错，非常有故事可讲。所以这个啤酒它跟不能讲是大卖的，你看它是以文化来出发来发展啊，我们对台南市有帮忙的产业，你说这种啊政务官，我真的是尊敬或不尊敬，请大家再次的给他鼓掌一下哦，谢谢，我很敬佩他。那我相信他今天一定照做给他，但是呢，我们邀请他，还是他啊亲自来参加啊。我是真的，我不大喜欢来欢迎啊，来请一些啊各界的官员，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但是这个叶局长，我是把他视同是一个好朋友、好兄弟啊。我今天呢，我也很感谢他，在百忙之中能够莅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尾牙的餐会啊，非常感谢你，这个局长，感谢你啊。我们南洋事业体，我的电位叫 CSR 的事业，所以承蒙我们叶局长很多方面的配合，我们南洋事业体也润养了总共四个地方是市政府所属的啊，这个地点，那南洋集团义不容辞就来做这个工作，来共同发展我们的文化。这个是我今天在这里，我身为一个台南人，我是很感荣幸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局长来领导我们一起往前进。前几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总管理处新的办公室的隔壁，我们有一个古龙园的创园的活动，我们局长还有市长都特别啊赶来参加。那这个是对文化的重视啊，确实我是感觉。那我也来报告，唯有文化才有传承，我们的文化是可以百年我们千年都可以传承，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认识，我们不能没有文化啊，这个是我也非常肯定
我们人类的发展或我们很多的地方一定要来重视我们的文化的活动，来重视我们的文化的发展。那对啊，我们电机厂啊这样的一个啊朋友啊，我也知道他默默在为台南市做了很多各种文化的贡献，各种他办了很多把所有不同的文化活动，在宣扬文化。那我相信台南市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啊文化啊的领导人，应该未来的台南市这个古都啦，是更有内容的。也希望呢，诸位远方来的贵宾们有机会啊，都来台南市，来认识台南市，来啊，来跟我们台南的文化，来互相享受一个文化的飨宴，飨宴啊。希望这一点，我也在这个地方特别来推广。那我也特别来强调，其实这张床，它这个三九啊，两个阿拉伯数字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它这个三是我们这一艘船的功能，它有它的三种是不同的功能。那这个九呢，也是它在它的啊每一种功能里面的一个高中低的一个范数。那这个三九，我最后我也学到了，是我们达摩祖师啊的三九还原还阳功，三九还阳功啊，是达摩祖师的一个功法。那这个床，我是花了很多心血，跟我的一个合作的伙伴，他姓叶，我们一起研发，一起来发展，这时我很高兴。我对它的功能，我可以跟大家做简单扼要的来介绍。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健康床，也可以让诸位利用这个床，可以让你恢复，而同时可以享受你更好的健康。这个是我感同身受的，希望你有机会，请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也简单来介绍后。那这个科技确实它有高科技的，它不是一般的我们的按摩椅，完全不是。你可以让很多重症的人也可以复原的，也可以还原的。重症的人很多，你真的是你重症了，请你能够多使用这个床。它就是让你可以还阳，还阳，可以绝对让你可以还阳。因为我们林大教授告诉我，什么叫物理，他教我，我今天他也在教我，什么叫物理。其实这个是物理，就是一个物理。希望大家能够来理解，这个不是危而恐天的，也不是做广告术语。我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我站在这里，我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我点个地，站个地，我对着我的身体，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件事：南洋集团是一个有责任的企业，我们任何产品是不能有所虚假，绝对不能有所虚假，请大家能够安心。这个是我再三的跟大家来做这样的警告，我们不是在做行销，今天在这里只是一个介绍我们这个企业的一种价值的观念，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辛苦的今天台上的诸位我们一起有认识的智能的朋友，你们辛苦了。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今天的你的贵宾们能够变成南永集团。他是什么一个企业？那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总裁，谢谢呢总裁介绍我们这个健康床哦。
所以健康床的震动会打通我们的任督二脉，而且的震动会疏通我们的经络，所以会达到最强健康的功效。所以需要我们健康床的所有的现场小朋友们，可以在上我们健康补助来登记哦。可以送啊，不可以，他们两页记住的。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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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我能接出来，如果是我跟小林，能接出来吗？好 ，OK。那还有一位呢，邀请赶快，我们现在中了第三奖的朋友们，赶快上擂台。谢谢，感谢我们那些年来帮我们托出生奖的奖项，感谢中奖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王志忠十名来抽出我们的二强，我们的二强有三名哦，掌声鼓励一下，邀请我们王志忠十名来抽出我们的二强和奖项的十名。这奖金大，我觉得到底有几万呢？你买高点喂。二强的奖金是什么呢？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是不是五万块？不可能吧？嘿，来。这个奖项呢？哇，二奖的奖项是奖金是15,000元，总共有得到奖项请我们的，基本是来摸出了三个人好吗？我要找钱啊！我要找钱，我今天没带钱了。600，600。现在我们就是先来抽这个二奖的奖项，是我们的幸运金奖，15,000块，15,000块，感谢恭喜我们郑教授演过的医务酒吧的潘世华，潘世华在线抽到很快哦，很累了，不到的话就屈选哦，因为我们是参加电话不通的很多位哈，这个去主说不一样的，也可以换个主持人没有关系的。好，来，谢谢。高雅飞哦，高雅飞哦，你不要上舞台哦。你啊，你啊。有请我们中奖的所有的得奖的我们上舞台的领奖哦。来，第二位是恭喜我们真正是本部的4015年的翁秀成。恭喜一下，恭喜我们翁秀成小姐得到我们第二奖项了。
在爱讲话啊，爱讲话。你拄只讲一个小尖尖哦。我嘞。我讲一个小尖尖。小尖尖。台主小作古的嘞。我当然必须我高堂你做的。堂你做的机会啊。不加气，讲小尖尖，我有福团。好，谢谢我们的。那小尖尖哦。一个资深美少女啦。资深美少女来，快点，那就来冲击女王。好，现在朋友掌声鼓励一下，来邀请我们的王学成副堂来为我们今年度退休员工的表扬。哦，今日阿明话你咧摸台摸自己啊。天天买一送一，小尖尖哦，恭喜红豆，恭喜我们退休员工，退休员工人员上我们的舞台，请大家加快你的脚步，上我们的舞台接受我们的表扬。买一送一的，买一送一的，恭喜我们退休员工，来上舞台接受我们。好，我们的天空赶快的上舞台，继续上台。你今天很帅吗？我的，来你赶紧剪，你赶紧剪，你赶紧剪，来一下。对啊，小姐姐合照剪的啦。合照剪。美国观念啊！不怕不怕，他关键话题还没那么热烈一样。我会教我学生的，哎，我也要啊，我也要。你快点，快点，快点！好，我们现场的学生们，听到广播声音，邀请你们赶快上舞台，由我们的王学成副总来接受我们的掌声。你张雀场呢？他们张张凤姐，哎呀，我这制作人，我太帅了！我给他滚了，我给他滚了，拖了来。应该，不要小心，这几个位，哇，傻贝你啊！写台词啊！今天晚上的高考，恭喜哇傻贝！我这边的，我这边的，我请教官到来，必须做傻贝。富婆狂，一起参与。哦，蛮像的。老公，我看错了。老公啊，老公买哦。买哦。来来来来来。登记啊。老公买了，老公。来了，接了。啊，再来提米缸的底下，再来换过来。大家叫你啦，小娟娟在叫你。严姐你啦，你聊天我改你改，我改去配合。你要跟他讲道看，我老粗。一行程一旦没行照，哦，那好，那现场准备二十件在那边。啊，招一下记者。啊，你想要生命两生命两吗？我还得有去的，我叫过一堆的人。啊，你无看这个吗？你无照这款？哦。啊，暗光位啊。
啊，你袂叫伊讲伊啊？我连昨天来叫伊讲啊，嘿。哎，对，你听听，你听。无啦，无听到啦。你听到，你听到。我一路来得热心如高啊！买一送一，买五天送两百啊！这个还不错哦，自己家的产品哦，哎，就一千二啊，一千二，哎呀，就买一送一啊，哎，一千二，没有啊，没有，我没过没。还剩两组而已，还剩两组而已。哎，请来睡。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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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厉害。哎，对。我想要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最后两组，最后两组来。最后两组啊！最后两组来，最后两组。大健康的，大健康的。那么现在又要来庆生料理的季节了哈，我们庆生料理有很多，如果你有事的话，要请你先别发练习哦。然后在现在庆生节要来一家哈，就要讲的康康让大家做料。加油！那么庆生节要来一家，我们就要变得很干净了。最后两组啊，最后两组，最后两组。哦，我认真演的，你无最看。把子也鼓励一下啦，好，好认真演的。他已经买了18组了，真的。五百啊，五百，五百，一人推销18组，行行行行。待会儿呢，陆续的会抽出小娟娟不能的，小娟娟不能的，所以还有我们大姐的亲朋好友，你要这家己的，家己的，咱家己的，咱家己的。我买了，我买了，我们套房部已经买很多件了。家己的，家己的。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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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小姐。小姐。最后一组，最后一组，第18桌啊啦，第18桌啊啦。接下来，主要的有潘师、吴师、刘老师、许培林、贝宇等人。隔壁，隔壁，隔壁，啊，阿关姐啊！这个朋友呢，来，我在高兴的时候，看你们才有人呐，鼓掌的人，现场朋友，来，给热情掌声！大声跑音，教练吹，对啦，丽书娟，对啦，这陈丽，哎，小娟娟，外号小娟娟。老少咸宜啊，队长高安不难念的，哎，十八桌啊，哎，就两桌俩，哎，你还叫恁主管买给你，哎，我去，伊卖十八桌啊啦，主管明明顶个做厨师。阿爸再往前走，哎，所以现在最后两组，他今天牺牲很大，我被牺牲。